中国地域广阔，历史悠久，所以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古迹都排在全球前列。截止2022年，国家公布了7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，一共有481个，其中江苏省共有31个，分别是苏州昆山市周庄镇、苏州昆山市千灯镇、苏州昆山市锦溪镇、苏州昆山市八城镇、苏州吴江区里里镇、苏州吴江区镇泽镇、苏州吴江区同里镇、苏州吴中区路子镇、苏州吴中区木渎镇、苏州吴中区东山镇、苏州吴中区光福镇、苏州太仓市沙溪镇、苏州常熟市沙家浜镇、苏州常熟市古里镇、苏州张家港市凤凰镇、无锡西山区荡口镇、无锡江阴市长津镇、无锡宜兴市周铁镇、南通海门区榆东镇、南通芦东县笨茶镇、泰州江堰区秦潼镇、泰州泰兴市黄桥镇、泰州兴化市沙沟镇、盐城东台市安丰镇、盐城东台市富安镇、扬州江都区韶伯镇、扬州江都区大桥镇、扬州高邮市界首镇、扬州高邮市临泽镇、南京高淳区淳熙镇、常州北新区孟河镇。这些古镇从大方向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，但是从小的方面来说，是我们平时休闲旅游时的好去处，所以大家赶紧收藏吧。